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五节。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五节，我们只看着一节的经文就好。第五节说：“愿赐忍耐的神，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第六节说：“同心一致的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的神。”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忍耐，效法耶稣的忍耐。这个忍耐这个功课是最不好学的，忍耐是一个人或者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品格。都在我讲的时候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有一个蚕裂开了一个小口子，那么有一个人正好经过这个蚕，看到一个蝴蝶从蚕很艰难地往出钻，他看了几个小时，这个蝴蝶都没有钻出来，所以他在钻的过程中，他看到蝴蝶的痛苦，所以他就生了怜悯之心，他就拿着一把剪刀把这蚕就给绞开了，然后让这蝴蝶就出来了。他就想，这蝴蝶一定会张开翅膀飞起来，越飞越远，越飞越高。可是很遗憾，这个蝴蝶飞不起来了，它像个虫子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它不会再飞起来。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故事上，实际上这个蝴蝶在它挣扎的过程中，上帝在创造这个蝴蝶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在破蚕而出，在挣扎的过程中，它身体的那个液体会透过它那个挣扎进入它的翅膀，所以当它离开蚕的时候，它才能够飞起来。所以人生会经历很多的苦难的功课，经过很多委屈，很多挫折。所以当我们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方法帮助他的时候，使他这个生命没有障碍那么反而使他的生命出了问题。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也是如此，我们在世界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德就是忍耐。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忍耐。谈到基督的忍耐，我想我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不过忍耐是人最难学的功课。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忍耐，因为我们属自然的生命是不会忍耐的。今天的小孩子他要什么你不给他，他立刻就哭，你知道吗？他就叫，他就闹他就一定让你给他，你不给他是不可以的。所以昨天于弟兄说看到这个余光义在闹，他就说是人之初性本恶是如此的。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是一个最不会忍耐的人，可能咱们教会几百人，我是最不会忍耐的人。你们大家都比我性情要好一点。那我小的时候到什么程度，我要吃奶，我妈说的我妈去年在香港这80多岁了，当着好几千人的面说我小的时候的糗事。她说她当时要吃奶，不给她吃的话，她闹一会儿，你再给她吃，不吃了，你知道吗？就这本事，你知道吗？哇，你看那么小还不太懂，不会说话就有这个本事给晚了不吃了。这个性格上帝通过1989年让我在荒山里2年学习忍耐。你在荒山里有2年的时光，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委屈、不平、孤独，你要学习忍耐走过来。我相信上帝拣选我做传道人，这一切的忍耐都是让我在学习做一个传道人忍耐的功课。忍耐是基督的品格，我们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学习。那最近最流行的一件事情，在新闻上最流行的，打开新闻，我想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全世界就是这位年轻的人。我在他身上看到忍耐的功课，他被拒绝，他被斯坦福拒绝，他被 NBA 拒绝，他被金州勇士队拒绝，他被火箭队拒绝，一个一个的拒绝，一个一个打击。但是他，你看他怎么说，他说这是上帝让我思想罗马书罗马书告诉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15章5节。所以我在忍耐中有一天他爆发了，你们大家说今天林书豪火了用中国大话是火了火的全世界。这个不仅是个篮球的故事，这是一个生命的故事，这个基督的生命在一个普通的孩子的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的故事。当我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在想，我们都是移民，那这是台湾的移民，比我们早一点，大陆移民晚一点。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跟他们孩子一样大了，这个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他的父母教导给他的都是圣经的话，
而且这个孩子他没有怀疑圣经的话，不管撒旦怎么来说，今天圣经的话过时了。今天世界多么观念的流行，不管是弗洛伊德啊，是什么康德啊，这个什么后现代主义，所有的观念，但是对他来说，这些都不是真的，只有神的话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一点时间来看一看神的话，在他生命中最难的时候怎么引导他的。所以我们来看，没有声音，我们声音没有接。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孩子哈，他进入到 NBA 的时候，这几个队都拒绝的时候，后来把他下放到发展联盟，知道发展联盟不可以了。后来姚明说，干脆你到中国来打 CBA 也可以，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坚持。他进了纽约的尼克森队，到尼克队的时候，纽约这个队他是板凳队员啊，预备队员。你们打过预备队员，那是很着急的，有本事的着急，没本事当然也是。所以等一会儿再放，先停一下。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天在队，就是大概十天，其实他这个新闻就是十天起来的，不用急，慢慢，整个就是十天。等一会儿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忐忑？等一下，从头来。你从头来，等一会儿再放，好不好？讲什么？从头来，别着急啊。所以在对网球队的时候，两个主力不能上场了，而且那个教练他们连输了九场，那个教练如果再输一场，他们的老板就把教练fire了，不要了。就在那个时候，林书豪被使用了。Jeremy Lin 披着美国金州勇士队七号球衣的林书豪，是篮球最高殿堂 NBA 史上第一位台裔球员。我们来请妈妈谈一下，就是第一次 NBA 选秀的时候，因为书豪不是第一次就进去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忐忑？那一刹那是蛮沮丧的，所以有蛮长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要讲什么话。其实很多人在，比如说没有被选上啊，或者说失败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不行了，算了，我就放弃了。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一直觉得说，你虽然会觉得 upset， 你会虽然会觉得 angry，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你要一直去 try？ There's a lot of Bible verses， but my favorite one is Romans 5:3-5， and it talks a lot about suffering and talks about how suffering produces, you know, character and perseverance. And so for me, when I get knocked down, I really try to get back up and go at it again. And I don't like to give up, and I'm pretty stubborn. So, you know, the Bible talks a lot about how God takes bad situations and tough situations, and He teaches us, and He uses those times of suffering to draw us closer to Him. And so that's what I try to focus on during those times. Mm-hmm.NBA 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其实因为你是 Harvard graduate， 所以其实你刚进 NBA 的时候上场的机会并不是那么的多，会不会让你觉得很 confused？ Yeah， there were definitely times this past season where I would just sit down after a game and just pray and ask God， you know， what is this purpose？ Why am I here right now？ And so I definitely had a lot of wrestling with God， and He had to humble me and really teach me。This past year, and it was easily the toughest year of my life, and so, you know, but I also spent the most time with God this year than in any other year, and so, I can say that through everything, through all the tough times, He was with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He was carrying me a lot of the times when I wanted to give up. 不过林妈妈，你会担心这样孩子，就是说进了 NBA 以后，真的诱惑太大，试炼太大，是会担心，但是我相信说，Jeremy 如果他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就很多的 temptation 就不会在那边。因为其实在美国的体坛，身为一个亚洲人的话，在里面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比较 radical discrimination？ 那你怎么去面对他呢？ At first, I would just get really angry, and after the game, I just wouldn't want to talk to anybody. But one of my assistant coaches, his name's Coach Blakeney, he went through a lot as well. He taught me to handle it.better and to use it as motivation, but not to play out of anger. 出来你的家庭一直觉得说好像God's will， 或者说上帝在带领你们。然后我也一直听到你讲说family education 就是告诉你说 you have to put God first。但是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都非常的 religious。你有没有去怀疑过，或者是说
how 什么叫做 rely on God? 什么叫做 God's will? Everyone, we still have to work through and struggle with. It's not something that we fully understand right now. But for me, this past year, learning to rely on God's will and His grace, was to be content in whatever situation He was putting me in. And if things weren't going well, you know, I would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God has a perfect plan and He has more wisdom than me, and that mm-hmm. I need to give my desires up to Him. Sure, it's okay for me to want something, but when I want something, I need to make sure it's for the right reasons, it's for the right motivations. Like, do I want to make it to the NBA because I want all the money? Or do I want to make it to the NBA because I want all the glory, all the fame? Or do I want to make it to the NBA because I can use basketball, I can use national television, I can use the media in a way to talk about my faith, to talk about how much God has done in my mm-hmm. life, not what I've done to make myself make it to the Jeremy, 其实我们可以想见你在 NBA 接下来发光发热会一段时间，但是毕竟球员的生命是比较短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打球了你要做什么？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right now, but I'm not sure if it's what I'm going to be doing when I'm done. But I hope to go to seminary and to be a pastor eventually. And I really like social work, so working in underprivileged communities. Mm-hmm. And I really like doing that just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my teammates growing up who lived in really tough neighborhoods. And so, you know, they may not have parents, or they may only have one parent, or they may not have that much money, and so living in that kind of community, they don't have as many resources, and so those are the communities that I really want to work in. 这个林书豪这个 phenomenon 已经在全纽约开始发酵，甚至在全美国开始发酵。头版里面讲说这场比赛将会是林书豪决战 Kobe Bryant， 因为有记者去问 Kobe Bryant， 你有没有听过林书豪的事情啊？他说我听都没有听过。你觉得 Kobe 有没有在说谎？我觉得 Kobe 认为纽约是他的城市啊。到一场比赛要打40分钟啊，他的体能的消耗应该是非常的明显的。能否阻止对湖人队的9连败呢？不要看 Anthony， 不要看 Stoudemire， 我们要看林书豪。再喊一个暂停，因为林书豪个人在连续助攻再得4分的情况之下，这一波6-0的攻势变成了湖人队。喊暂停来回应林书豪 Linsanity。Jeremy Lin Fever here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Jeremy Lin Fever, Linsanity 完全征服了难缠的纽约客。林书豪每一场比赛都带给人惊奇，今天34分的得分，创下了生涯新高，双方是13分的差距。哇，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啊，全联盟另外29支球队都在做一件事情啊，看 video tape， 怎么挡得住林书豪啊？要知道时间跟他们分数领先的之间的这些关系啊。林书豪36分，虽然林书豪得到了36分，再创生涯新高，但是现在，而且也是纽约队史以来啊。第一场先发28分，这个8助攻也是纽约历史来最好的成绩啊！然后林书豪再造成了 Bucks 的进攻犯规。哦，今天完全是 One Man Army 啊，一个人成一队啊，攻守俱佳。林书豪早先一步预测到了 Bucks 的行进路线。38分的得分创造了生涯新高，尼克队取得了4连胜。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这么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他信靠神，不管生命他遇到多少的难处啊，他这个访问是在台湾的，他刚签了这个金州勇士队的访问，还没有遇到更大的挑战。那么后来他到了火箭队，金州勇士队没多久就把他 lay off 了。后来他到了火箭队，火箭队也没多久就把他 lay off， 而且把他下放到发展联盟。后来他到了纽约，纽约尼克队把他3次下放到发展联盟，后来把他招回来，因为没有后卫，再把他招回来，他没有什么机会，就那一次机会。所以我常常想啊，这个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机会是给有信心的人。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当神的机会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是不行。
所以平时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他刚才讲了几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他说，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也有 angry 啊，有愤怒，但是他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忍耐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当你面对愤怒的时候，你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如何来到上帝面前？遇到坏事，遇到不顺利，遇到委屈，遇到别人的误解，甚至遇到别人的妒忌，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箴言书第十九章十一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保罗说啊，爱是恒久的忍耐，不轻易发怒。这个忍耐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那个不轻易发怒的原文就是忍耐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怒火中烧的时候，最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一个人说，我发怒很短的，我这个一发怒就几分钟我就过去了。那么他的牧师说，是子弹发出去也很短，就一秒钟，但是伤害却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些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骄傲的人眼中有一句话说，骄傲的人眼中没有神，妒忌人眼中没有邻舍，发怒的人没有朋友。所以林汝豪在面对这个委屈的时候，一次一次把他下放到发展联盟，他没有说啊，因为我是亚裔人哦，我是中国人，对，为什么这个对我这个样子，他没有这样说啊，他是不断的在等候神的 timing。那是最好的时间，当神的时间来临的时候，他准备好了。你看，就是对纽泽西，我不知道那场球你们看了没有？那场球我没有看，因为我已经跟主立约，今年不看电视，因为我也没有时间看电视。我现在每一点时间都是在翻书啊，不断的翻书，因为这个论文确实很难写，对我来说人生第一次。我想你们谁写博士论文都是第一次，都是很难的。这个。所以我不看电视，等到第三场球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新闻里面，哗，家在网上有时候会扫一下新闻，怎么这个年轻人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震动？而且我立刻就看到这个录像，这个录像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刚才掐了一点而已。这个录像他很细的谈到他整个人生的他遇到的一些挑战。他最早他要去斯坦福的，他第一个志愿就是斯坦福大学篮球队。他家就住在帕拉奥托。就在斯坦福的旁边，他家骑自行车就可以到斯坦福，那是很多华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学校。斯坦福不仅拒绝了他，而且给他评价说他是在大学 college 的水平是 C,ABC, 他是第 C,C 等，根本就不要他。他后来没有办法，去不了了，想去的地方，他去了哈佛。你看这个厉害不？你说咱们都是哈佛第一志愿，对吧？人家是没地儿去了，最后他说我没地儿去了，我再去哈佛。到哈佛给他准备打替补，结果很快的在哈佛他打了主力后卫，成为这个 college 美国 college number one 的第一级的 A 级的球员。所以遇到了这么多难处，但是很感谢主。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忍耐的功课。他说你看他有这句话是什么，感谢伤害过我的人，因为他磨练了我的意志，感谢绊倒过我的人，因为他强化了我的双腿，感谢斥责过我的人，因为他指出我的缺点，感谢欺骗过我的人，因为他增长了我的智慧，感谢蔑视过我的人，因为他觉醒了我的自尊，感谢鞭策我的人，因为他激发了我的意志。所以你看这很有意思，这个年轻人不太一样的。我是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盼望我们的孩子将来有一天有，当不一定是 NBA， 不管在哪里哪一个领域哪一个场合，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像林汝豪一样的优秀。因为他一样，他是移民过来的，他一样，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像姚明长得那么高，他只有1米91，90公斤，这个高度啊，1米91的高度，很多华人，我想我们的孩子差不多了，都会长到这么高度。问题是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你看呢？他妈妈啊，对孩子的教育，这个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的，这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而且爸爸妈妈都是用神的话来培养他。所以网上说中国大陆培养不出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我相信。因为中国大陆有多少从小就用基督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我们都用世界的话，啊，今天你要考北大，
啊，因为老爸考不进去，你就得考上去，对不对？你考不进去，让儿子考上去，遗传就不行，考上去什么，对不对？你要考清华，因为妈妈清华毕业的。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对你的要求一大堆啊！你要学钢琴，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时间学钢琴，想学没钱买钢琴，所以你一定要完成我的梦。很多我们对孩子要求都是我们父母的梦，可是上帝在孩子生命中什么心意，这个我们就不太知道。所以我觉得林书豪能走到今天，跟他的家庭教育很重要的关系。他前一段在北加州林良堂去讲了一次见证，哇，据说来了好多人，而且你看他结束的时候，他说未来他要去神学院，他要做 pastor。 我就发现我们的 pastor 的队伍体育水平越来越高，对吧？还有一个 Michael 张德培，1989年拿了网球大满贯的世界冠军，他个子也很矮，他发球速度也不快，他就能拿到。这两个都是把荣耀归给神的孩子。你看他们打球赢了，他们从来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张德培在法国的时候说，是上帝帮我拿了这个冠军。你知道欧洲是一个现在已经基督教很没落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欧洲那些记者们就虚他，80%记者虚，就说你说这根本就不是真话，是靠你自己的本事和力量打出来，为什么要归荣耀给上帝？那个上帝就不存在。但是张德培一直到后来他坚持说他的荣耀就是要归给上帝，而且自己他也去学神学院，你马上就毕业了。我们希望我们能聘他做我们青少年牧师，我们为这祷告吧。张德培未来这个林书豪也可以，对不对？想来张德培退出了，林书豪可以接班。你看，马上都是世界一流的运动员，很感谢主。这个忍耐的功课，我相信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尤其我们今天的孩子们，父母要教导他们学习忍耐，不能孩子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要什么就得给他什么，晚一分钟都不可以。有一天他就像那个被你剪掉了蚕剪掉他出来的蝴蝶一样，他飞不远飞不高，经不了风雨，经不了试炼。所以当我们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今天讲的第一点是神是忍耐的，因为忍耐是神的本性的表达，忍耐是神的本性。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的忍耐，我们会发现神美德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忍耐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看这个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神耶和华呀，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呀，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讲到神的本性。因为神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我们常常的得罪神，我们常常不把他当作神来尊崇，来尊崇来敬拜，可是神还是在忍耐我们。人的忍耐就很有限，你不信，你蚊子咬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忍耐说让你继续咬，你就打死它，对不对？蚂蚁，咱不说蚊子了，蚊子咬人是很正常的了，蚊子不咬人吃什么呀？这个蚂蚁就不会经常咬人，但它偶尔咬你一下子，你就这小玩意儿这么小，你打咬我，啪打死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跟蚂蚁有什么区别？可是我们常常的得罪神，你会听很多人说，当一直说神呐、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神你为什么那样子？神你为什么不这样？神你为什么不那样？好像神得让我们来教他如何做神一样。可是神，他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他不轻易发怒，他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民数记第14章记载着，当以色列百姓大大的发怨言的时候，激怒了神的时候，摩西去代求的时候，摩西对神说，耶和华呀，你不轻易发怒的。你看这个摩西很会祷告的，他怕神的这个审判来临，所以他让神更多的慈爱给他们。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的大能是在忍耐之中的，神的命令是所有人都要听从的。其实最不听神命令的是人，你想是不是？而且很多是基督徒，信了主的人不听神的命令，那不信主人不听命令那也就罢了，信了主的人不听命令这就不对了。
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神所创造一切都听命于神，风听不听神的，雨听不听神的，大海听不听神的，大地听不听神的，神要怎么样，神让大地冒烟大地就冒烟，神让大海翻腾就大海翻腾，神让风雨停止风雨就停止。你看，在你读约拿书，你看到那个神让那个大鱼说你跟着那个船，那个大鱼就跟着那个船，对吧？然后就把那个人给我吃了，约拿就被大鱼给吞到肚子里去了，然后三天以后你把它吐出来，他大鱼吐出来，要我吃了我不会吐出来的，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吃了还能吐出来吗？三天以后还能吐出来吗？哎，鱼就那么听命令。世界一切在神的面前都是顺服听命的，狮子也听神的命令。我们读但以理书，看到但以理掉进那个狮子坑的时候，狮子洞的时候，那狮子已经饿了多少天了，你知道吗？就等着这个长长的君王要惩罚谁，就把谁扔到狮子洞里，他就吃，对不对？这是他的这个晚餐。但以理进去的时候，神告诉狮子不可以吃，狮子就在那看着但以理就不敢吃。你看到没有？这狮子也听上帝的话，人往往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约拿就不太听神的话啊，约拿对不对？约拿上帝给他那么多的教训，就让他去拯救尼尼微，他就不愿意去，因为他觉得尼尼微该灭亡，他就不愿意去，最后没有办法啊去了。我就常常羡慕约拿呀，约拿传福音太容易了，对不对？对着几百万尼尼微人说啊，你们要灭亡了啊，你们要悔改，上帝要消灭你们了，然后他就走了。你看我们今天传福音苦口婆心讲的口干舌燥，然后还一次次陪谈请人吃饭跟人谈，最后人家还是不信还是不信，对不对？你看约拿厉害不厉害？约拿传福音没有像我们这么复杂的就到一个地方就宣告就说两句话就说两句话就讲完了然后这些尼尼微人呢，就从国王到他们底下的人就披麻蒙灰认罪悔改，整个城的人都信主了。你看这个厉害不？所以当然这个约拿呢高不高兴啊？不高兴，他不高兴，他想他们最好别信，他们别信，他们上帝都把他们毁了得了，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人有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真的要学习忍耐。神是有忍耐的神，如果神不忍耐，这个地球人一个都没有了，没有一人可以得救，没有人可以有今天的在神面前的蒙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他的救恩，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没有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忍耐的过程，首先看到上帝的忍耐，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忍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忍耐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就是学习他的忍耐，就是我们讲了这个效法就是磨成耶稣的样式，有一个模子一个模子然后做好了，你把这个铅放到模子里，就变成模子的样式。可是那个模子的样式出来以后是个毛坯儿，那我们需要打磨，需要在生活中、生命中不断的锤炼、不断的打磨，这个也很重要的。一个人的生命不能说一下子就能够成长到像耶稣基督。我们管那个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管的叫亚当里的自然的生命，我们说这个叫做自然的生命，或者我们叫真性情，没有经过打磨。那我们要打磨就得经过神的磨练，神的试炼。神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些我们不愿意的环境中。我告诉你，人最大的惰性是不愿意改变人不仅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思想，人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人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想人愿不愿意搬家呀？人当然不愿意搬家，搬家就是一种改变。搬家好像读那个心理学书说，搬家的压力是50%，如果说丧偶是100%的话，搬家的压力就相当一半，就50%，这很大的压力。因为夫妻一搬家就吵架，你知道吗？一搬家就吵架。其实搬家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到美国搬了多少次家？我来到美国搬了大概有20多次家，30多次家，对不对？以后还得搬家。这个搬家没有关系，对我来说我是高兴的。我这人喜欢改变，喜欢面对新鲜的事情。很多人不愿意改变，但是当你这个不愿意改变的人，你最好学习愿意改变，否则上帝逼着你改变当年耶路撒冷教会也不想改变，上帝的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才有安提阿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传福音传到今天，传到了欧洲，所以今天才有全世界的教会。如果没有安提阿教会，那如果没有耶路撒冷教会面对逼迫人们的那种改变，大家躲在耶路撒冷不愿搬家的话，那这福音不会传出来的。神要按照他的意思来改变我，所以保罗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那么基督的忍耐可以说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学习的榜样。基督对我们的罪人是忍耐的，基督对世人是忍耐的，基督对那些亵渎他的人是忍耐的，基督对那些鞭打他的人是忍耐的，基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是忍耐的，基督对于那些信靠他的人甚至后来不信跑了的人还是忍耐的。在基督的嘴里边没有出过恶言，没有出一句要审判的话。基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习基督的忍耐，让耶稣基督的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能够知道如何去爱神。我们刚才唱了，我们要永永远远来爱你，永永远远来爱你。所以永永远远的意思就是凡事都爱你，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尊主为大，让主耶稣基督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主啊，按照你的意思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这个是基督徒学习最重要的功课。到任何时候，夫妻关系也是，有的时候夫妻关系发生一些不同的意见，问一问主，主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比较好。如果你说主的意思，那主的意思肯定是让你们和好，让你们相爱，让你们不是把这种家庭的事情看作超过圣经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如果不是基要真理的争论，其他的争论都是可以妥协的。如果不是救恩，不是基要真理，家庭也是如此，家庭涉及不到救恩的问题，都是可以妥协的。这个妥协就是我们学习了忍耐。所以保罗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啊，恒久不容易，对不对？偶尔忍耐一次可以的，恒久忍耐不容易的。但是保罗说，爱是恒久的忍耐，还要有恩慈，还要不嫉妒，还要不自夸，还要不张狂，还要不愤怒，还要不要做那种对不起别人的事，害羞的事就对不起别人的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很重要的。在家庭里边啊，夫妻关系这个忍耐的功课一定要学习，尤其年轻人要学习。我告诉你，你学过了60岁差不多。哎，一个人要过60岁的时候，可能他那个火气就小多了，因为想发火也是体力都不行了，你知道吗？这个发一次脾气，一个礼拜你身上都没劲儿，而且发脾气很容易得癌症，知道吗？因为一发脾气的时候，人的那个肾上腺就激动，然后你的毒素就提高，肝受不了，肾受不了，心脏更受不了。说有一个科学家，他做了个实验，他就让那个发怒的人在一个试验玻璃上哈口气，让一个喜乐唱歌唱得最喜乐，正好掌声鼓的时候再吸口气，结果发现那个发怒人吸那口气毒死了老鼠。那要把那个喜乐那口气给老鼠吃，老鼠特活泼。你看那边有多大的力量啊！你不要以为，所以这个记住，弟兄姊妹，忍耐不是忍受，对不对？为什么忍耐不是忍受？忍受是世界上的观念，忍耐是从圣经中来的，对不对？忍耐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和他的同在，那这个是感谢主的。如果你在忍耐的过程中，那一定是有上帝的同在，因为圣经说了，人是罪人，人不会忍耐。你脾气好也不会忍耐。你看那老实人，平时很老实，万一发起脾气来，那不得了的，那都吓人，你知道吗？这个，如果有一些人，你看他经常会有什么，但是他就这样子了，他就有一点气儿就出，有点气儿出去了，所以这个愤怒是不好的。保罗说：“你们要学习忍耐啊、
你看耶稣基督他的忍耐，首先我们看几个忍耐。第一个，对彼得的忍耐。你看彼得，彼得是说话最不用心的一个人，他想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然后呢，耶稣基督让他说，在克西马尼园主要钉在十字架上了，在之前主让他们要警醒祷告。彼得干嘛？彼得睡觉，带了一帮门徒睡觉，因为老大嘛，大门徒，他一睡觉大家都睡觉。你不信，教会长执会执事长执会主席睡觉，大家一看那睡了，我们就睡吧，还开什么会，对不对？主席都睡了，我们也睡嘛，对不对？这一样，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嘛。那么耶稣基督说什么话他都会抢嘴的，这个彼得。后来耶稣基督说，你要跌倒，你们要跌倒，当我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要跌倒。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别人跌倒我就不会跌倒。那耶稣说，你有一天你会在鸡叫两遍之前三次不认我，啊，他是不会的。结果我们知道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鸡叫两遍，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他三次没认耶稣。结果耶稣看了他一眼，他一看到他，突然想到耶稣基督几天前讲的话，他立刻就哭了。那主后来怎么样？主没有责备他，在提比利亚海，主耶稣见到他的时候，主问他三个问题：保罗，你爱我啊？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啊，他说：主啊，你知道。他没法说别的。他真的说，主啊，你知道。他说，主，你知道什么？主，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不行，我得需要你。所以主啊，你知道。耶稣基督才说，你可以牧养我的小羊。问他三次，为什么问他三次？我想就即便鸡叫之前他三次没认耶稣，耶稣就问他三次，让他在三次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这很感谢主。你看耶稣是忍耐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个忍耐的主。那我们今天也常常是像彼得一样，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失败，会失败。但是我们的神是忍耐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忍耐我们的，他希望我们在他的爱里边重新被建立。我们第二个看到主耶稣对十二个门徒的忍耐，对十二个门徒与主最亲近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我们记得有一天耶稣基督上山，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上山的时候，在山上就有了荣光啊，有了荣光。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就不想下山了，你知道吗？彼得也就忘记了他们拯救灵魂的事情，他就说，哎，我们就搭三座棚吧，对不对？给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你一座，咱们就在山上住着多好，因为主的荣耀已经显现了，我们已经在天国了，不要回去了。那主耶稣说，你不知道说什么，对不对？忍耐他们。还有一天，这个雅各跟约翰，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我要被长老祭司长定罪，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大家都没有听。然后在走路的时候，约翰说什么？约翰跟雅各就找耶稣说，哎呀，这个咱们说点私事儿啊，有一天当你的国来临的时候，你要给我一个地位。什么地位呢？让我们哥俩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啊，他记住这个了，他忘了主要上十字架，他忘了主说那个国是天国，不是地上的国，这个跟那些吃饼的，那些要把耶稣推作王的，没什么区别，跟主三年，你像主就想，我教导你们这么多，我说了三遍，我要钉在十字架上，我要被迫害，而且我要死里复活，你们都不听这些话。然后呢，我们听的是什么呢？我们听的，你要就是你做王，我们有时听神的话都挑着听，挑我们喜欢的听，我们那个环境就想听的听，我们忘记了最根本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他来的目的就要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撒旦，所以这来的目的，你看到。最后主耶稣基督还是忍耐了他们，忍耐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这个没有关系。其实上帝也会在他的意象中知道我们的打算，成就我们的打算。问题，我们的打算要跟神的给我们人生的方向 match， 这个很重要。
你看这林书豪，他打算什么？打算打篮球。他从小就喜欢打篮球，他学习很好。昨天网上说他在哈佛的成绩全是满分。他不仅打篮球，他学习的成绩也是非常好的。他考 SAT 的时候，他考了两千三百分，2300分，比我们艾瑞少了70分。不过艾瑞也没去哈佛，对吧？因为不会打篮球嘛。很重要，所以你看美国很重视你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你看到没有？我记得艾伦他们学校毕业典礼我去的时候，他们去哈佛，艾伦的同班同学是一个黑人的女孩，她来讲话，代表那次的毕业生来讲话。她就说后来介绍她的时候就吓我一跳，你知道她除了读书她参加多少的活动？她参加不仅是美国的，还是国际性的，甚至到黑人非洲帮助那些穷苦的人，他有还有那种 non-profit 的机构的组织，他都去参与的。那么多的时间在学习之外，其实今天我们的孩子除了学习以外，你问他看电视多长时间，打电脑打电动玩具多长时间。其实一个人如果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啊，你没有一个 vision， 没有个目标，没有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一个计划，那你活的就是糊里糊涂的。有一天人家去哈佛，人家打到 NBA， 你觉得他行啊？你觉得他素质好？不一定。也许我们个儿长得比他还高，也许我们吃的比他还胖还壮，可是我们没有打进去，是因为你没有这个理念。他有他想自己做的事情，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妈在访问中，他妈妈就说可以，你可以去 NBA， 但是你的念书必须是一流的，超过所有的学生，你才能去 NBA。 哇，这个孩子念书就很好啊，而且他也没有影响过，从来没影响过教会的活动。我非常，我为什么今天我讲这不是一个篮球的事情，这整是一个生命的事情。你看那这一个张德培也好，这个林书豪也好，还有我们读火战车的那些人，他们从来不会影响教会活动，他们没有觉得教会的崇拜是占用了我的时间，我因为没考上大学就因为老去教会参加活动耽误了的时间，没有这样子。你看那些不去教会的，他就去社会就干嘛？吸毒、淫乱，乱七八糟的事情，占不占时间？占不占精力？毁不毁你灵魂？所以做父母的聪明的就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妈妈对他的要求，妈妈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学习好。所以他在 Palo Alto 那个 High School 是美国排名很前的 High School， 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的。他升级了斯坦福都没有要的，哈佛要他，他去了哈佛。他完成了他的学业，他不仅打球，他也完成了学业。这个孩子多好啊，没交过女朋友。原来有一个短短的，几天就完事了。现在网上吵得最烈就是他的女朋友是谁，他有的说他应该娶谁。所以有一个专家把美国10个最美丽的美女，都是这个歌星啊，好莱坞的影星啊，大概25岁左右的，列了10个，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谁排第三，谁排第四，然后说这个都是林书豪应该娶的，可以配他的。还有一个女的自己主动找那个安东尼的老婆来介绍，那个女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性感的女星，这个绯闻无数的，这个就盯住林书豪了。所以报纸上新闻说林书豪惨了，被他盯上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有神，因为神就是照妖镜，一照就知道你是妖精，是知道吧？神的话就是照妖镜，一照就知道你是真的配不配林书豪了，对不对？感谢主。那前几天台湾的电视和香港的电视播出一个女孩跟她的合影，她是这样搂着这个女孩啊，她这边搂着，然后呢这个女孩很高，到她这个耳朵这个地方，说这就是她的华裔女友，曝光了，那是阮志明的女儿。阮志明这个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女儿跟林书豪的照片，因为他俩是一个查经班的，在哈佛大学是一个查经班，阮志明的女儿是查经班主席，你知道吗？林书豪是每个礼拜五都来查经的，就像我们教人民村团契一样。然后他们俩就照了一个相，林书豪遇到任何的难处都让查经班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为团契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所以那阮志明的女儿就为他祷告，然后他们就照了个相。阮志明说：“哎呀，你们俩的这个查经班的，拿张照片给我，我给你秀到这个微博上。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微博？我也有微博。”那他就秀上了，这个照片一秀上惨了，全世界报纸都给转载了，
远人兵他女儿气得要死，说老爸你把我照片拿去嘚瑟，你看这样嘚瑟全世界都知道，都说他是他的女儿。不过我觉得挺般配的，我看挺般配。远人兵女儿长1.78米，你知道吗？大高个子，感谢主，哈佛毕业的，爱主。所以那李书豪找他我觉得不错，未来岳父也是牧师，岳父也是牧师，女婿也是牧师，这有话题，有共同话题。娶一种女婿最好，我给他微博上我说取过来取过来，不是这个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在微博上我写了一句话，现在你看到林书豪在打篮球的后边很多的标语扯着说我要做林太太，对不对？很多漂亮女孩在这拿大标语，我要做林太太，我要做林太太。我说做林太太很容易，但是林书豪他后边那个访问说我未来要进 seminary， 我要做 pastor。我说做林太太容易，做林牧师太太就不那么容易，所以我那个微博转载人太多了，哇，夸夸转载，都觉得哎是啊是啊，没有想到未来是做林牧师太太，感谢主，这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理想，可是我们的理想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成全，不是为了成名，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更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乃是让上帝得荣耀，你们。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因为上帝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上帝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生命，上帝给我们一个充足的智慧，那上帝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美好的家庭，父母这么爱我们，把我们带到教会来，在教会里成长，教导我们神教导我们的话，所以从小让这孩子有种感恩的心，感谢父母，感谢上帝，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你看林书豪每次打完球他都不说哎呀你看我哈 NBA 把我憋这么多年，我告诉你金子就是要发光的，他没这么说你知道吗？他怎么说？他说感谢上帝，没有他我不可能打这么好，另外感谢我的队友，没有他们，球是五个人的运动，不是一个人的，没有他们的配合我也不可能发挥这么好。感谢我的教练，他关键的时候他给了我信任，你看他都是感谢，他没有一点说自己的能力。你知道就对那个加拿大那个猛龙队那场球我看了，那场球我看了，我这个已经跟神认罪，我说神这个林书豪的我还是要看的，主给我点这个空间，今天我是一定要看，怎么忙林书豪我得看，今天晚上就有啊，今天晚上对小牛队啊，感谢主。所以这个你们可以上网上去看啊，不是上电视也有，今天肯定是小牛队，小牛队是去年冠军队啊，去年 NBA 冠军队对小牛队。所以你会看到他在打猛龙队的时候他们一直被欺压，因为他林书豪跟那个新回来的这个配合不是很好，他失误也挺多的，一直压十几分球，那场球我觉得肯定是输了，不行了，我也不看了，我去出去喝茶去了。结果哎，我一回来一看到最后2分钟的时候他们追到了5分球，然后有一个球员断了猛龙的球进去了2分，还剩3分，还有1分钟，这时候林书豪持球，他突破进去，3个队员防他，他身体已经仰过来了，就快倒一样，他把球扔出去进了，平了，啊，进了还差1分，就那个猛龙队犯规，阻挡犯规，他加罚一个罚球，在加罚球的时候，你想那个时候心理的承受能力，我告诉你，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这个手都得抖，就剩1分钟，这球不进就完了，你会怎么样？啊，他很自然的就把那球投进。哎呀，大家都鼓掌，平了。这个平了都不是最精彩的，因为他平了已经很精彩了，因为一直被压着十几分，压了整个的一场球。最后这个球是猛龙队持球，打到前场没投进。这个尼克队抢过球，打到前场又没有投进，把球打回给林书豪的时候，林书豪拿到球的时候还有17秒。17秒，林书豪回头看了一下教练，按照正常的 NBA 的规矩。你们不懂篮球，你知道那个时候要叫停的，为什么要叫停？要用这17秒重新组织战术，我们怎么打这个球？这个球谁打？当然别人不知道的，对方不知道的，他会告诉你谁持球，那就是谁，输就是谁，赢也是谁，就是那个人要持球，他要投那个球，不管怎么投，他那是投，进不进都得投。但是那个教练就给他一挥手，就是 go ahead。哇，后来他讲感谢教练对我的信任，然后他拿那球就不动，就站着不动，就开始时间16秒、15秒、14秒、13秒、4秒、5秒的时候，他才开始拍球，拍就到前面就跳起来就投了3分球，唰就进了，还有0.5秒，
哇，那全场我跟你讲，那是加拿大主场，加拿大是猛龙队的家乡。你知道那个对面那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都站起来哇欢呼，那奇妙不奇妙？啊，那加拿大那中国人都来帮林书豪了，根本没帮加拿大队，所以他们输了，你知道吗？那我看到我当时我真的是喜乐。不过他投那球之前，我祷告了，我真的给他祷告。我说这个球啊，主啊，让他进来荣耀你。一见我说感谢主啊，听我祷告。开玩笑，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是真的是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句话说，有如神助，在那么严密的防卫下，他跳起来，他个儿才1.91米，防卫他的比他高，是个西班牙人，啊，是很著名的 NBA 的后卫，他跳起来。三分球进了，你可以看到人的心理素质，在那时候的心理素质，这些素质，上帝给的，在忍耐中学会的，在忍耐中学会的。他知道我打球不是为了荣耀我，这个球他一定是在停的时候他祷告，说主这个球，你按照你的意思。第三点，我们看到对多马的忍耐，我们知道多马是个最令人愿意怀疑的人，他不仅自己缺乏信心，还私下里常常对主存着不敬的态度，说一些不敬的话。多马对主说了很多不敬的话，他说话都带一种讽刺性的。你比方说这个，在约翰福音11:16，这个说多马又称为迪图马，他有一天他对耶稣基督说我们和他一跟门徒们私下说，我们跟他一起死吧。他就说耶稣做不了王的，你看我们就死，就跟他一起死吧。你看这个他背后会这人话。那约翰福音14也记载着耶稣应许门徒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再回来接你们往我所地方的去。那多马就说什么，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你看他总是说一些的这个怪话啊，用北方话叫三七嘎啦话啊，他讲这种话。然后呢，这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开始显现，向了很多人显现的时候，已经5次显现了。多马说什么？多马说，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用指头伸入他的肋旁，否则我总不会信的。这是一个怀疑者，也是一个说话不是很对主有敬虔的心的。但是耶稣基督怜悯了他，耶稣基督忍耐了他，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说，多马，把你的手伸过来。多马说了一句，哭了。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在那一天他终于降服在耶稣面前，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对他们这些忍耐，我们觉得可以，因为都是你的门徒，他没有背叛你，他没有陷害你啊，所以你能忍耐。可是耶稣基督对犹大还是忍耐的。如果你读圣经，你看到耶稣对犹大的忍耐有多大，他都知道犹大是要卖他的，他都知道犹大是没有相信上帝的人，犹大是个没有相信上帝的人。在想到恩典不失落的时候，会谈到这个问题，会有人会举犹大的例子。为什么犹大相信了，犹大又不相信？犹大压根儿就没相信神。犹大在世是在耶稣基督门徒里边有自己企图的一个人，他非常轻的企图，金钱，所以他管钱，他管账，他把他钱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当那个玛利亚用膏油来膏耶稣的时候，犹大说什么？说那个银子，那个膏能那个香膏能卖30两银子，哇，30两，那好贵的香膏。你是能救多少穷人呢？他有自己的理由啊，自己的道理啊。我们都会有自己的道理，能救多少穷人？最后他把耶稣卖了多少钱？30两，就是为了30两。你会看到，这个他当然他会拉拢群众。他说：“你看，他卖这个银子能救三十两，能救多少穷人？”那这当然，大家一听是啊，那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膏到耶稣身上？这不浪费吗？当我们谈教会事工，当我们谈主的事工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他究竟让我们如何做。一件小事本不大，可是当我们这种语言上
不断的去拓展拓展，不断的去传播传播，我们的愤怒就出来了，我们的公义就出来了，我们自己的公义就出来了。要想到说这是上帝的教会，他有主权，任何事情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决定，我们降服，学习降服在他的面前，对主说，主啊，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主乃是按照你的意思。而且我们要学习耐心的等候，等候神的时间，啊，神的时间是最重要的。在教会里，不管遇到任何事情，我们要对事不对人，不要对人，不要说这件事情这个人就有问题了，这是这个人品格有问题了，这件事情这个人爱心有问题了，这个人信心有问题了。如果我们对事不对人，我们就比较好。事情就是事情，我们总是能解决它的。所以人的本性里边，常常的把自己的痛苦夸大，啊，把自己的这个委屈夸大。忍耐的品格好在哪里？就是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自己不要老在自己里边，自己无限的来夸大自己的痛苦。我记得八九年我确实受了很多的痛苦，这个从八九年经历这些朋友们，我可能痛苦不比他们少。啊，山里两年在苏联坐牢，到了海外四年生病，我大概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啊，没有自由或者没有健康，啊，世人怎么看我那都不用说了，那个不用说世人，我的朋友看我都没法看了，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老郑出国第一天就见到了我，在刘斌燕家里见到我，他都不认识我，我那个时候脸有如头有如流斗，跟那个打水那个柳棍的斗一样大的那个大，我当时是肾衰竭，浑身浮肿，50磅的水在我身上排不出去，那么多的苦难。有时候看着同学们，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那个时候我住院的医院也就离大学很近，有的时候我出去，我在医院的高楼的窗子上看到大学的校门，啊，那些朋友们开着车去上学，停下车来，他们走着，我就眼泪就哗哗往下流。我会问神，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健康？一样的，为什么他们枪一响就逃出来了，我就逃不出来，我就要去坐牢，我就在深山里生活了。一样的，人家太太就跟过来了，为什么我的太太就离婚了？一样的，上帝为什么？上帝是爱我吗？如果从人的观念来说，我觉得这个上帝是不爱我的。今天我明白，因为他让我预备我做传道人，他就要给我这样苦难的功课，让我学习忍耐，让我学习忍耐。如果这个忍耐的功课没学会，尤其对我这样的很不会忍耐的人，啊，小的时候很自我中心的人，骄傲的人，如果没有这些的几年的破碎和忍耐，你不可能来牧养主的羊群，不可能来牧养神的教会。这上帝的旨意，他高过你，我们不知道。当时我还没有决心做传道人，我怎么知道他的给我的这样的功课？我就是觉得他不太爱我，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我们都是以为荣耀的，他都给我夺走了，最后夺走了，甚至连我的家庭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一口气，这口气还得靠氧气管来维持，这就是我唯一的富有。所以在神学院，有的时候同学们会分享啊，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时候同学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那你看我这些同学们，很多大公司的老总。啊，台湾来的很多是这个很多这个有钱的人，啊，这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一分享说，当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上耶稣告诉我放下所有的，我们放下了，真的有的是放下了家产，有的放下了爱情，啊，有的放下了这个什么世界的荣耀。问我伯利，你放下了什么？我想了半天，我说我放下就是一身的疾病，一身的苦难，一身的委屈，还有我欠的一身的债账单。所以我跟随主好像没那么难，因为只有这一条路，上帝就给我一条路可以走，其他路不可以走。有的人对我们这些骄傲的人，上帝可能就给你一条路，给你多了你就要自己去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你想是不是？上帝一定给你，你如果你的路多了，你一定不会选择
走最难的那一条路。林书豪愿意在他接受这个访问结束说，当时说 NBA 的球员生命有限，有一天会不打球了，你干什么？他说我一直想去神学院，啊，我就去神学院，我未来要做个牧师。而他要进那个贫困的地区，他说我要去那些穷苦的地方，啊，我的球员的朋友们很多都单亲家庭的，他们在穷困中长大的，要帮助他们。你看他想的是不太一样，没有，因为他在基督里边，他学习了真正的功课，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对上帝的不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学习再一次的把家庭交给他。夫妻有问题，不要找对方的原因，说主啊，家是你的，你是掌权的，你来掌权，我不掌权，你来掌权，让我顺服。教会有问题，我们来为教会祷告，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掌权的主，相信在教会你行使你的主权，让我们顺服。工作有问题，我们把主权交给主，说主耶稣，我的工作虽然有这样多的难处，但是主你让我在这里工作，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来学习。最后一点，我们要活出忍耐的见证。希伯来书12:1-3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那忍受的罪人也要这样的在主的里边来兴起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忍耐是可以学习的。我这里有三点重要的原则。第一点，忍耐是对苦难的最好的反应，对苦难最好的反应是忍耐，对误解委屈最好的反应是忍耐。这个忍耐是最好的反应。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呐，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忍耐是可以通过试炼和困苦使我们经历恩典，啊，如果没有失败，没有痛苦，没有挑战，我们不懂得恩典，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经历了我们自己不能做的，有的时候当我遇到一些我自己觉得我不能做的，我就学习仰望神，学习忍耐，让他来做，让时间，让神通过这个时间来做。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忍耐。第二点，为了试炼和试验的苦难所考验的时候，神会透过我们的生命中来实行他的工作，啊，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的，他破碎了我们，他一定会给我们奖赏。就像尼多生弟兄所说的，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的利益，每一次我们被打击了，不是说就完了。所以保罗也说，打倒了啊，使我们可以站起来啊，不至于死亡。所以在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神会通过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来彰显他的能力。第三点，忍耐可以帮助我们活出卓越的生命。我礼拜五在青年团聚分享，我没有分享林书豪的成功，我分享是他的卓越。卓越跟成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成功是与人的比较，卓越是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潜力，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活出卓越的生命。罗马书5:3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刚才访问林书豪的时候，他是不是用了这段经文，他没念出来，他说罗马书5:3-5，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什么生智慧啊，生盼望，盼望使我们不至于羞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神的话对一个孩子多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小组查经啊，要背神的话，我觉得挺有效。上礼拜我在大庆家查经，就先背神的话，背一段经文。我们以后查经也先背一段经文，背完了下礼拜来了再回忆一下，然后背一段新的经文。你看这个孩子他能记住这个经文，他不需要翻圣经他就背下来了，他就知道罗马书第三章到第五节讲到就是忍耐的功课，患难中怎么样欢欢喜喜的。患难能欢喜吗？你生病了，你得癌症了，医生说还活三个月，你能欢喜吗？那圣经说就能欢喜，我欢欢喜的去见主面，不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你夫妻吵架了怎么欢喜？欢喜不起来。你心里想到哇，这个人还会发脾气呢，活着呢，感谢主，欢喜快乐，没死，死了就发都发不了了，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个要欢喜啊。所以在疾病中，我在疾病中四年，后来也学习欢喜了。医生跟我谈病，就像谈别人一样。医生跟我谈病说这么化疗，那么手术的时候，就跟谈别人一样，就谈，就已经不觉得是自己了。哎，那个时候你就学习到功课了，所以感谢主。所以神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不能够战胜的。所以哥林多后书保罗说自己了，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了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而已，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能看见的。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我就觉得当撒旦来攻击你的时候，保罗都说我没有觉得他攻击我我就怎么样，撒旦攻击我也是一个学习的功课，免得我自高。你看到没有，这个生命到这里边忍耐就到一个程度了，很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忍耐，但愿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恒久忍耐的心，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家庭的生活中，在工作中、在教育儿女的过程中、在夫妻关系上，一切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忍耐的美德。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感谢主，今天晚上可以回去看一看这个，这个杰瑞门林，那这个跟冠军队的比赛，我觉得今天晚上很精彩。我今早上就写了祷告时，就也为他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继续起立，我们来唱首诗歌。你的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愿我们的儿女都像林书豪一样。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俩难打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福，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彼得荣耀，我被任何十字架。每次打击，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
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要赞美，还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添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每次的打击，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若不把橄榄成渣，这橄榄就不能成油；你不压葡萄入榨，这葡萄就不能成为酒。主，我们的生命也一次一次地经历你的重压，经历你的试炼。主，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是主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地交给你，让我们这个自然的生命，让我们属肉体的生命，这个属世界的生命被你完全的破碎。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完全，但是主，我们愿意完全，我们愿意在你的试炼中，经过火的试炼，经过苦难，经过委屈，经过打击，经过误解，我们一天一天的长大。哈利路亚。如果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我心里有很多的委屈，需要你帮助，你打开心，让圣灵进入你心中来帮助你。如果哪位朋友你说，主耶稣，我也愿意成为你的儿女，让你的美德成为我的美德，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举起手那一刻，你就成为新造的人，圣灵就充满你，你的一切劳苦愁烦，主耶稣的宝血全部的洗净，他为你承担。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哈利路亚。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儿女像黎如豪这样一样交给主，做智慧的父母，你也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孩子不仅能够在 NBA 为主来荣耀，也能够在生活中他真正的得到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知道每一次的打击都是你的意思，也对我们真正的有益。你拿去的一切的东西，你用你的生命来代替了，让我们真的成为基督的门徒，跟随你一生一世。哈利路亚，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主，把祝福归给每个寻求你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